不要你没嘛考，我要来是干嘛来？偏到不是被人家考虑呀么？考虑啥么嘞？干嘛还碰见你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咋不讲呢？你干哪嘛？一年也不多。咋了？你要等你，我干嘛嘞？你干嘛？我陪我来吧，我掉到。不方便我身边，打呗。 你那啥子人哦？你多来着，再给我来抓个，俺老爱听你。你不能想害你啊！你不把我，谁说我气？你还是别娘没理。给你吃住，那咱们俩开门。娘，我也要几百呢，不要这么娘娘。 这边就今天要来，俺弟弟又喊打了呗。这边搞的乌鲁斯的娘，你都要了不？这里的这里，榴莲的，也是这边。你呀，看你呀，不都看嘞？你呀，你不要那么大嘴嘞，不都那么灵嗦？你那里才你爬楼梯了嘞？